重视人生，成就生命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，迎向未来。接下来请收看晚课。放一字句，连枝徘徊。
舍利弗，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故名阿弥陀舍利弗。
世界有始之佛，名闻。
直So
弘扬佛陀的大智慧，发行护持各项器材，电视网络及卫星，无远佛界不间断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应该叫什么？生命电视地球卫星弘法立身大道场。为了要把这个大道场弘扬到全世界，所以透过卫星、电视、电脑各种的管道。更重要的，我们不是盖大殿，我们要摄影机、很好的软体、电脑各种细心先进的人员来完成这个工作。所以要呼吁各位菩萨多护持生命电视台的摄影机器材、电脑配备、卫星设备，那么用现金的设备来弘扬佛陀慈悲的教法。感恩各位的护持，各位要多关心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